你好，欢迎收看《一想世界》，我是黄慧玲。你看得出来刚刚的作品是怎么表演的吗？《一想世界》看过非常多好看的演出，这一次而艺杰要来台湾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的技术团队，他会在15公尺高的墙上，演员悬吊在半空中演出，另外还有两位喜剧演员可能会全身光溜溜的在广场演出。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而艺杰总监刘丽婷来跟我们分享今年的台北儿童艺术节。丽婷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表演真的太精彩了。对对对 对, 對，他，我想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团队干嘛要花那么多钱？这样就可以了。对，这个演出其实我们都说它非常的 low tech， 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两个人吊在墙上，对，然后那个影像它做的是那种非常卡通式、卡曼式的那种2D 的影像，对，当影像在动的时候，然后那个演员就是有一些动作哈去搭配，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出来，没错，对，那。很有趣的一个作品，然后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一起看。对，你可以想象，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那个他在路上跑来跑去的画面，对对对，然后马路上或是他攀岩，然后到了那个屋顶上，他就在那边乘凉。可是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变化，对，好像还有什么电动玩具之类的，对，它其实是有点像是应该怎么讲，就是比较那种电动玩具的那种追逐的那样子的一个作品，所以有可能小像那个小精灵哒哒哒哒会跑出来这样，对，所以它这个作品其实很有趣啊。那我们在找墙壁的这件事情也花了一点时间，对，15公尺高的墙壁，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这个墙壁是没有任何的凸起之类的，对对对，因为他们对主要是他们要在墙面上面演出，所以那个墙壁技术上面其实比较需要严谨的去处理啦，包括它的墙壁上不能有窗户啊，对，墙壁上不能有窗户，那不能是玻璃帷幕，不能有窗户的原因是它会有些会凸出来，而且玻璃如果他们有一些动作在蹬那个墙壁的时候，它会把它踢破，或是会有危险，所以玻璃帷幕也不行，玻璃帷幕也不行。然后呢，当然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5×5的这样子的一个平面，15×15，对对，然后它也不能有那个就是有凸起物，就是有些装饰性的那种也不行，都不行，对，屋檐什么的都不行，对对对，然后它的屋顶要适合做垂吊，要有吊点，对，你即便是这个墙面 OK 了，因为那两个演员要从上面吊下来，对，所以吊点也很重要，所以其实我们包括就是台湾的就是做高空特技的团队啊，也要进来一起来协助这个演出，对，所以这个演出真的是应该怎么讲，光是找场地就很困难，光是找场地，对，但是因为它实在太有趣了，对它实在太有趣，它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其实就呈现非常好的效果，对，所以我们就是不管怎样一定要请来，对不对？所以你们当初怎么找那个场地呢？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呐，然后当然我们原先有想过市府的墙面呐，哈，那但墙面不是只有应该是说它的墙面是说面对仁爱路那边还是忠告路那边？仁爱路那边其实也仁爱路那边是因为它太高，就是有我们平常在做广告的那两面啊，哈，那其实很适合啊，对，但它光溜溜的墙面，它可以放那个什么标语什么，对，但它因为它太高了。好，那整个在投影上面其实也会有一些困扰，也没办法做。观众看的时候可能也太远，对，也太远了，对，所以后来师傅也没办法，那我们就是到处地毯式的去搜寻所有的台北市看得到的墙面这样子，对。听说而艺杰的同事要骑着机车去看哪里适合，对，是这样吗？两人一组，对，两人说那两人一组，然后就大家各自去不同区域，然后去找。那我们比较我们后来比较锁定是在学校里面哈，那因为学校的那个学校有如果有操场啊哈，或是它的腹地也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安全，对，因为很多的建筑物它在马路边，是，哎，那观众要怎么看，其实都你知道都要跟车子争道，所以在腹地上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考量，对，所以后面还就是比较是锁定在学校，对，然后来很谢谢南港高中，就愿意出借他们的墙面给我们，对，然后让我们的观众可以进去里面看，对，丽婷讲到就是在我们原本生活里面的墙面演出这件事情，我
知道你们之前本来也有尝试过，是不是有可能台北市政府正面不行，背面也许行吧？背面就是临着松高路的那个区块。那我刚刚就一直大力的说，好好好，那边很棒，那边很棒。对，有一些那边是对对，但有一些考量啦，一方面是它距离马路也近，对啊，所以那个很亲切啊，就是。就是封马路啦，对啊，就是他会必须要封马路，然后对面其实他的公园也不是非常的完整，对，所以就是可以容纳的那个人数上面还是比较有限，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是，对，所以有一些种种考量啦，后来我们也是放弃那个地方，觉得有点可惜，未来希望有机会啦，因为毕竟封路来做演出，其实那个难度其实难度比较高，这个国外是很多，就是封路做一个 festival 这样子市场有事，但是的确在台北的难度是比较高一点啦，对，那未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做这个事，是。好，我们也很希望台北市政府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想象一下两个人开了一家餐厅啊，两个厨师一起开了一家餐厅，然后他在准备食物的过程中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的就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了然后他会用到很多的锅碗瓢盆啊，甚至爆米花，有点像是杂耍那样子的感觉，对，但他最后就是会把衣服脱光，那但是不会露点。好，另外一个节目非常的有趣，是光溜溜午餐。对，光溜溜午餐是两个男人真的会光溜溜吗？我们先看一下影片。好。艺术节邀这个节目，对，跟我说一下这个节目呢，你说它技术难度是不是更低？哦，对，它完全没有技术难度，对，它就是四个锅子不用准备衣服啊，有他本来有穿衣服，围裙没有，他一开始是有穿衣服的，只是在这要讲它的内容嘛，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人开了一家餐厅啊，两个厨师一起开了一家餐厅，然后他在准备食物的过程中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的就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了然后他会用到很多的锅碗瓢盆啊，甚至爆米花，有点像是杂耍那样子的感觉，对，但他最后就是会把衣服脱光，那但是不会露点，那当刚也都看到，其实是非常有趣欢乐的一个效果，是，对，那今年应该是说我们在策划儿童艺术节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希望说在城市里面去营造一个氛围，是在你在街角，你在街上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演出，那像现在可能固定的区域我们都有一些街头艺人嘛， 对，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作品可以在街头发生，那这是我们今年
在策划的策划节目的过程中非常想要营造的一个气氛，嗯，所以会请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来。我们本来有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放在室内啊？哈，就是对，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放在室内啊？不要好像是在公开的场合之下。但实际上你看到他们都是在户外做演出的，嗯，对，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尝试说，哎，那我们也可以在户外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比较没有那么。也不是那么大型的，不像刚刚那个全程通缉犯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作品，反而是一种很容易亲近，对。然后你说，哎，就走在路上就，有看到一个作品那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今年除了这个作品之外，待会还可以再介绍另外一个法国作品，它也是就是在那个街头，然后有跟观众很多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它有很多的笑点，就是光溜溜这件事情。对对对。对，但是光溜溜这件事，我想也许国内外国情不同，你们在引进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一番讨论呢？就其实我觉得它不要放在室内也是好，其实室外比较好，真的哈，更加健康。其实我们当然。过程中有很多的讨论啊，我们也会在想象说，哎，那观众接受程度或是家长的接受程度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说真的啦，光溜溜的状态，我们生出来也就是这样嘛。对，所以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演出的效果而已。对，我们并没有太多就是不一样的想象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抱持比较健康，然后开心的态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就好了。对，对，好，不要有太多想奇怪的想法。好，刚刚丽婷讲到那个很有趣的马术表演，对，马术大师，对对，它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作品啊。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们那种传统庙会里面会看到那个老悲少。或是跑旱船。我觉得它比较像跑旱船啊。对对，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拿着一艘船嘛。对对 对, 对，然后在那边摇啊摇啊摇。这个作品就很像那个，对，我们用那样子的逻辑去想象它，对，去想象它，它就是这样子一个逻辑，就是会有一个人，然后他有一匹马，哈，他就是这样子，他坐在马上，他坐在马上，然后会有一些就是骑马的时候的一些动作啊，哈，是比赛的时候的动作，那他会跟观众有非常多的互动，他会邀请观众一起来参与，对，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然后他就是跑来跑去啊，因为骑着马嘛，对对，所以他不是像那个像。刚刚光溜溜它是固定在一个地方，那它就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公园里面，或是我们安排的场地里面，它就是会跑来跑去，然后观众会觉得跟着这样走来走去去看演出，比较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是在街头上面很轻松的可以去 enjoy 的一个作品，是，对，然后如果你愿意，那你就多一点可以跟他一起互动，对，可是因为马术这件事，它就是一个人类似是他坐在马上，可是两只手是放在旁边的，然后他因为有马术表演嘛，他就有两只脚在旁边嘛，对对，两只脚在旁边，那马术表演他就会做一些很夸张的动作，就两只脚，哈，对对对，就有趣的，他其实很有趣的啦，就是说像这样子的形式，其实就是叫古今中外嘛，其实中外都会有，对对，但是大家的表演大家创意一样，大家对表现出来，但表现出来是不一样，虽然他们这样很搞笑，但是还蛮有那种法式相送的感觉，对，就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会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情啊动作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还是有一种异国的那种风情在里面，对，所以很有趣，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想传达一个想法啦，就是说像这样的表演艺术的活动，它不是一定是就是进剧场买票进剧场，然后特别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希望说其实生活的周遭就会你就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就是一整个很那个嘛，就是三天的演出就是会在三个不同地方，四天演出就会在四个不同地方，而且最棒的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三个作品都是户外免费的演出，对，都是户外免费的演出，而且你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看得到，所以你不是说我要看马术大师就一定只能去哪里，对，或者是我一定要买票，我要去抢票，我要怎么样，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没有，没有，就在你家附近，对，那我们也希望观众用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对，因为说真的啦，像这样子的街头的表演，你很可能会被人家挡到看不清楚，或者是说就挪一下，就挪一下，对，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看的地方，而且他会跑嘛，对，你现在
对，就是可能在一个不是很好的视野的位置，但是搞不好他待会就跑到你身边来哈、嗯，所以用一个比较轻松、很亲切的对的方式去看这些演出，我觉得都会得到就是很开心的一个就是就会让你自己很开心，对对对。剧场啊，或者戏剧对我来讲，它都是一个有魔法的地方，嗯啊、虽然是说总是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创造出很不一样的。那种情境出来、嗯、虽然你看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在墙上而已，这些事情就都不一样了、嗯、跟我们原先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想象。而一姐每年都会有户外的这些演出，对，你们户外的装置也很精彩，今年的装置会是什么、嗯、今年的装置的作品呢是在那个剥皮寮，今年还是在剥皮寮，对，那我们今年特别跟那个台北当代艺术馆合作，嗯，那他们邀请了九位艺术家，嗯，来做一个十个作品、嗯，然后作品呢就是都在剥皮寮里面，室内、户外，对，室内、户外都有，嗯，好，那也呼应我们今年主题啦，所以我们今年主题是反转日常，看见看不见、嗯，那今年的展览主题叫做你好奇怪。对，这四个字、嗯、对，那这四个字我刚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的逗点啊，像我觉得这是中文很有趣的地方、嗯、你逗点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的四个字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 你 好奇怪，对，你好奇怪，或是你好，这是一种、嗯啊、你好奇 怪，这个人的名字叫奇怪，对，或者是说你的譬如说三个字一起念，你好奇啊怪，对，好之类的，它其实每是是是 你的逗点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嗯、那相同样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在艺术家眼中都有不同的想法。嗯，譬如说康雅竹他用头发，来去做做作品，嗯啊，他觉得有些小朋友很不喜欢剪头发，对对，那小朋友跟头发的感情是什么呢？哈，他就是把头发拿出来做作品。那另外一些艺术家用拓印的方式，用那种束线带、嗯，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在做就是一般生活上生活里面会用到那个束线带，束线带，对，彩色的那种彩色的束线带哈，或者是书法啊等等这些。很不一，就是其实是我们平常生活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的东西、嗯、可是经由艺术家不同的眼光跟不同的想象力、嗯、其实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作品，嗯，对，那也邀请这些艺术家们、嗯、就是说他们在做他们的创作的同时也为小朋友或是大小观众亲子来去设计工作坊，嗯，对，所以我们有好几大概有五六梯次的一个工作坊是、嗯、不同的艺术家他们所设计的、嗯、对，所以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擅长用的媒材，然后告诉小朋友怎么样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个创作来，嗯，对，那这也是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因为展览很多人在做啦，嗯，对，那没错，但是我们展览要怎么样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希望大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他都可以享受到自己手作的这种经验，嗯，也就是说不是只能看展览，就是远远的看、嗯、然后不能动，这样子你也可以参与，对，你也可以参与，对啊，或者是说像有些艺术家他们就会设计说大家做的过程中最后出来的作品他都会再放到他自己的创作上变成展览的一部分，是，那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都会觉得说其实创作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难、嗯嗯、只要我们都还是用着我们自己垂手可得的东西，你只要用点想象力、嗯、你去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嗯、然后你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对对，所以这也是在今年的那个就是装置展览的部分、嗯、我们比较想要传达给那个就是来参与的朋友们的。嗯，其实我们每次看艺术节啊，不管是儿童艺术节或者是台北艺术节，我都很喜欢问说，所以总监推荐哪个作品，自己最喜欢哪个作品，不容错过，这样不容错过，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作品都不容错过而且还不用去买票，對，但是全程通气跑我真的很建议大家找其中的一场来看、嗯因为它毕竟是我们比较少见到的那种就是在墙壁上面演出的一个形式，而且我想要透露一下，我觉得这还蛮有趣，虽然我们刚刚看到是 2D 的墙面，对，可是它可以在 2D 上面做出 3D 的感觉，嗯，对， 对， 对，感觉上很像变魔术，对，大家要自己去看才知道、对，我觉得
剧场啊，或者戏剧对我来讲，它都是一个有魔法的地方。嗯啊，虽然是说总是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创造出很不一样的那种情境出来。嗯、虽然你看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在墙上而已，然后投影，其实你如果想象把那个投影拿掉，对，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起窗人也是这样子、啊。对，可是它上面有不同的风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感觉很像是有施了魔法一样、嗯，这些事情就都不一样了，跟我们原先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想象。是，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在做儿童艺术节里面，我其实真的很希望小朋友可以从中获得的。对，嗯、那他们在看事情的过程中，不要每件事情都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好像都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对对，其实很多事情在它的背后是有原因的，或者是说在它背后其实有一个新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再去重新做创作的，重新再创造的。那如果所以而一节我们会做很多不一样的形式的作品，也就是告诉大家说表演艺术不是只有一种，对，不是只有那样子的形式才叫做儿童剧，其实还有别的形式小朋友也都可以看。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当然就尽量都去看。对，因为我们真的安排追着儿艺节跑。对，因为我们的社区演出其实有74场。哇、哦，这么多！对，就是含国际跟国内的演出、嗯，我们总共有74场演出，所以几乎每一天，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演出的场地，然后。也可以就是跟着到处去走走啊，如果你从来没去过南港有没有， 对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到南港去看看。第一次认识南港就是在南港的墙面上看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心情来去参与这样的节目、嗯、但我会希望这都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很开放的心胸。 对不管你今天会看到什么，或不管你今天会在过程中遇到什么状况，我觉得都可以很开放，然后让一种很开心的心情去接受这件事情、嗯、因为这些事情都会变成是你的暑假很好的一个经验。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丽婷，然后我们就期待，我一定会去看全程通勤。我们再来找我啊，对，记得来找我。谢谢、谢谢。谢谢。